大家好，这一篇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用 Google Chrome 观看读透网。相信大家都很爱看韩剧、美剧，但是中国却封锁台湾的 IP 位置，让台湾的观众不能收看。中国的优酷网为了解决海外人士无法观看的问题，特别提供了 POSI 伺服器服务观众。首先打开 Google Chrome， 选择应用程式，选择线上应用程式商店，在搜寻栏位里面输入 UNBLOCKYOUKU， 找到有太极图案的这一个程式，在右边免费的按钮按下滑鼠左键，选择新增。这个就是优酷的 POSI 伺服器，我们先测试看看可不可以观看，再来介绍如何设定这个程式。现在已经可以观看了。接下来介绍如何设定优酷的 POSI 伺服器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三个模式：精简模式、普通模式、重新导向模式。建议各位平常设定在普通模式，因为这个模式的相容性最高。如果普通模式无法观看的时候，请不要在意网页出现的讯息，像是台湾无法浏览这类的都不要管它，请先切换成其他模式，再重新整理网页试试。如果再不行的话，请到右上角的制定与管理，选择设定，选择历史记录。我们先将这个网页拉到书签列，这样方便以后可以随时清除浏览资料。接下来我们按清除浏览资料，这里选择不限时间，除了密码和自动填入表单资料以外，全部打勾，选择清除浏览资料。等清除完之后，关闭 Google Chrome， 再重新开启，并且切换到普通模式或者其他模式试试。一般这个步骤可以解决 90% 无法浏览的问题，剩下的 10% 就有可能是该视频盲线中，或者是该视频已经被检举移除，请过一段时间试试，或者改成搜寻其他网站的视频，一样可以观看。谢谢。